气王，让我们欢迎这位人气王吴亦凡。你好，欢迎的到来，这边请，请在这边可以留念。好，一凡啊，我听说这边你最近跟徐静蕾导演有合作一部新剧是吗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。那能不能透露一下你在剧中大概是参演什么样的角色？这个角色需要大家去看电影啊。但是我是一个，一点细节就是我是一个音乐家，也是一个暴发户。音乐家暴发户，所以其实跟你本身有，跟你自己现实生活中有共同的点。他会有共同的地方，也会有一些要挑战的部分嘛。哎，特别我还想特别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们现在网络视频上面有跟我们的粉丝在跟你互动，所以可以跟我们的粉丝打一个招呼吗？在我们的客户端上，您稍等一下哈。那其实就是这个软件啦，2014年搜狐时尚盛典大家都在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软件频道，那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打声招呼吗？我只要按住你刚刚说嗨就可以好吗？按住嗨。好、okay. 没有开玩笑了，有什么要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搜狐时尚盛典，也多多支持我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吴亦凡，请到里面稍作休息停留。好，最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为我们走来的是搜狐公司董事局。